大家好，我叫 Eva。最近是感恩节，在美国这是一个节日，每年是一月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。以前感恩节初期是每周大陆的清教徒跟每周原住民关系庆祝。现在美国人回家，然后跟家人吃很多菜。感恩节的特别菜是火鸡、土豆泥、红薯、甜料、肉汁、玉米、红梅煎、卤豆、砂锅、葡萄酒、南瓜派、苹果派、葡萄派，我最喜欢土豆泥。感恩节的意思是谢意。感恩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家人团圆，我们都做饭、聊天和看底特律雄狮跟达拉斯牛仔美式足球的比赛，还有化妆舞会游行。在冬天，我舍不得我的家人，因为冬天有很多节日，有感恩节，有新年，有 Christmas。今年我跟 NSLI-Y 同事们都不能回家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庆祝感恩节。在台湾，我们没有家人，可是我跟 NSLI-Y 同事们都约去 AIT 的老板的家感恩节庆祝。我们的感恩节宴会很好玩，我们唱歌、吃好多饭，然后聊天。我很喜欢台湾的感恩节，谢谢大家。